8年了，美国的医疗开支是3.6万亿美元，美国实际上公民是3.15亿，然后还有1500万这个黑户口，就是这个非法移民，3.15亿人用了3.6万亿，他的这个支出啊，一个人差不多应该是11000多，哎，咱们国家去年人均GDP刚过1万嘛，所以他的医疗开支这一项超过整个中国的人均GDP，但是。